高耸入云的雪山，无拘无束的野生动物和风景如画的徒步步道，这就是迪纳里国家公园。很久以前我就听闻这里自然风光的美丽，真的打到这里被其如画的景色所折服。这是一趟融入大自然的旅程。公园的官方大巴是从陆地上深入迪纳里国家公园腹地的唯一方式。准备上公交车了。我们可以最轻松地欣赏到壮丽的美景。一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野生动物。坐大巴还是玩得不太尽兴，只有飞机才可以真正领略迪纳里公园的壮美。我们一会儿要坐上这个小飞机，在天空看一看迪纳里公园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点个赞以及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